零一年曾经参加过呢个比赛，获亚军而入行嘅郑俊宏，呢晚就同谭嘉仪、谷薇以及林思杰几位同门一齐担任表演嘉宾，为观众献唱助兴之余，亦为一班师弟妹即场打打气啊！阿 Fred 同嘉怡呢晚嘅表演固自然精彩，但系如果可以见到佢哋好似喺节目《这个冬天不太冷》入面咁，再一齐 jam 歌嘅话，观众一定更加受落啦。其实阿 Fred 同嘉怡都好想再合作噶，尤其系想一齐再去旅行兼顺便拍旅游节目就更加好啦。都好唔舍得，好想快啲有新一辑嘛。梗系唔舍得啦，我觉得嗰五日好快就过咗啊。系啊，我想拍第二辑咯。有冇话咩地方好想去啊？咁样即系如果有机会再有，我就不嬲都话去完北极要去埋南极嘅，咁样先至一个人生嘅无憾。所以咧，如果大家想我哋有续集嘅话，欢迎写信嚟到 TVB 啦，亦都可以咧 TVB 分系啦，咁就可以即系。反映一下咁樣咯，收到好多意見。係啊，或者喺 TVB 門口聚集下。示威啊！第二集，我哋會參與啊呢個事。相信呢晚嘅参赛者都想以阿 Fred 呢位大师兄做榜样，希望藉住参加今次比赛，可以好似佢咁喺演艺圈发展，唱自己中意嘅歌，拍自己喜爱嘅节目，